去咬我。齐恒，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吗？弟弟，要不要吃根香蕉定定惊啊？现在是吃香蕉的时候吗？不吃就不吃。这里是地心组织。你昏迷了3天，所以我们把你带了回来。放心吧，你现在很安全。虚无已经得到了5颗元素，很快所有人都将陷入末日危机中，除非能找到那个。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快躺下。不行，我要去找第七皇殿。第七皇殿？第七皇殿？明明只有6座皇殿，哪来的第七皇殿？确实有第七皇殿。齐恒，自从你昏迷后就不停说着第七皇殿，回来后我就报告了执行长，并且去查看相关古籍。多年前6位元素战士拼死对抗虚无，力量即将耗尽，危机关头他们召唤出第七皇殿，将他的身体化成6颗元素核，镇压了虚无。对，这正是我在梦中看到的情景。原来第七皇殿真的存在。虚无已经集齐了5颗元素核，现在他的力量已经无法估量，即便是裂空战神和深渊巨神出手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要打败他只有一个办法，找到第七皇殿。可是地形那么大，要去哪里找呢？我知道，这还要感谢虚无让我看到。主人，为何如此痛苦？我能感应到第七皇殿即将现世。啊，第七皇殿，难道是当初将主人？主人放心，属下绝不让历史重现。不要让我失望。是，魔兽听令，找到第七皇殿，并将其毁掉。你确定第七皇殿在这里？可这里只有断岩和沙石啊。我从虚无记忆里看到的第七皇殿就在这里，至于具体位置就不知道了。这不相当于大海不沙海捞针吗？疼！与其在这里说丧气话，还不如赶快去找。别吵了，也许第七皇殿和其他皇殿一样，也被元素力量隐藏了。我们快变身，借助元素力量找到他。超级龙骑武斗变身。天之云下，李剑凯。风之电战士，武之电战士，剑之电战士，金之电战士，雷之电战士，水之电战士。我到空中去看看。也许第七皇殿藏在地底呢。原始重锤。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哼，看我的。等等，轰岩炮。有威，你是不是没带脑子啊？难道不知道弟弟可能有可燃性气体吗？看过了，四周除了一些枯木，还有隐藏着一条地下水源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火元素标志。怎么会在这片沙漠花海里呢？反应，这里有开启第七皇殿的机关，其他地方应该也有同样的设备。啊，这里是风元素的标志。大家再四处找找元素标志。
这就是我在梦中看到的第七皇帝。哇，快进去看看。啊，是魔兽！找到你们了，穷奇大人命令毁掉第七皇帝。叫剑云，高气扬回旋，轰岩炮。要不我们来比一比，谁先击倒魔兽？必须是我的。雷公弹。那我的火焰锤。他们是跟着我们找过来的，必须要把他们打败，不能让他们把信息带回去。收到。被吸住了。雷霆啊！爆火蛇流。剑剑胜利了。现在说胜利太早了，按照惯例。你这个乌鸦嘴的冰棍。各位，让这群魔兽见识一下六大元素电王齐聚的威力吧。好。烟云斩去，一人降临，暴龙云电王。暴风齐电王。雷霆齐电王。金刚机电王，大地机电王，小狼机电王，火云机电王，该我们上场了。剑云，莫云，我来救你们，我来帮你们，火焰，和，雷霆审判，不能分开作战，必须联合起来对付他们。真狡猾！我们把岩石全打碎，看他怎么躲。Again， 好主意！火箭，打你去！嘿嘿，雷霆审判！嘿嘿，搞定一只！大地机电王不受控制呢！雷霆机电王也是！快想想办法！去让他看看我们的力量。好，该我了。一风玄武，呀！冰雪飓风。魔兽彻底被打败了，哈哈！按照惯例，更厉害的角色要登场了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魔气，大家小心！答对了。
四魔将，可恶，还是被他们发现了这里。巨石护卫，趁现在找回极电王。龙腾飞腾，极限战力，狂风极电王。苍穹，暴风，极剑王，电光剑破，雷霆极剑王，铁甲金身，金刚极剑王，坚如磐石，大地极剑王，浪潮翻滚，笑浪极剑王。晚夜燃尽，火云极电王，又是魔剑，大家小心！啊，又跑哪儿去了？他们的目标是第七皇殿，这四个家伙交给裂空战神来对付。莫友，你们守好第七皇殿入口。可是这些黑雾有些古怪，哼，魔将想利用这些雾来困住我们，趁机攻击第七皇殿。放心，交给裂空战神吧。好，你们小心，我们走。嗯，准备好大干一场了吗？元素融合，巨甲崛起，裂空战神。极电王，你以为能打得过四魔将吗？在这里，是分身。不管来多少分身，我都会把他们砸烂。看上面啊，千刀万剐。啊，好险！小心后面！我说你了！不要被他们同时缠上，一个个解决。飞到空中，空中才是我们的主场。不再是了、哎！快躲开！你们不会以为真的能从我们手中逃掉吧？裂空战神，月落。修罗之浪就是现在，烈焰宣言，把四魔将都消灭了吗？好像是真的，他们真的消失了。等等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四魔将这么容易就能被打败？嘿嘿，祥华，你自信一点，这就是裂空战神的实力。不对，魔气，魔气还在。混沌，难道这是个幻象空间？恐怕魔气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被困在里面了。由始至终，这里只有混沌一个，一切都是他制造出来的幻影。啊！怎么可能？
果真是这样，那末影他们既然被你们看破了，不过太晚了。别再找你们的小伙伴吧，别担心，今天你们谁也活不了。阿星，冰之右心，吞噬巨炮，还原你，快躲开！墨韵，西恒，我饶不了你！两位，别冲动！欢迎回来，混沌的幻象空间好玩吗？区区六个元素祭天王，还妄想与穷奇大人为敌？放开他们！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冲动好。莫影、阿星、齐恒。你们好像把我忘记了哦。当初就是这座皇殿镇压着主人，天刀，那就让他彻底毁掉吧。主人的复活是注定的，任何人都阻止不了。爆轰剑，只要还有一次机会，你们就休想得逞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就让你们再试试更好玩的吧。我们的手脚都被他的魔气控制住了。肥皮，好玩好玩，穷奇大人，就让他们互相攻击好了，我好想知道谁更厉害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快躲开。是时候让他们消失了。我不要啊！保护车流。真想不到啊，你竟然能挣破魔气的控制。我拖住他们，你们快走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快走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可是你相信他。冰锥射击。穷奇大人，那个别急，接下来还有更好玩。